主料，虾米15克，冬瓜5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大蒜、葱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冬瓜去皮、去瓤、洗净、切片，虾米用开水浸泡后，再清洗几遍，锅内烧油，放入虾米，放入冬瓜片炒匀，加小半碗水，煮一分钟，放入蒜末炒匀，放盐，放小葱炒匀，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虾米可以再多放一些，我妈妈不喜欢这个味道，所以我放的少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